新闻继续带您关心台北股市的最新走势表现。美股在上周五涨跌互见，不过台股在鸿海、大立光、台积电等全职股领军之下，指数跳空大涨79点，以 10938点 开出，在类股齐扬之下，指数开高走高， 上涨超过了90点， 其中市场目前是上涨了89点， 来到10948点， 成交值目前是847亿元。 以上新闻由高培学院编辑播报。